胡定欣以性感的打扮出席一个手袋活动，他就说他很喜欢买手袋，一见到手袋就会即刻买的，最贵手袋去到五位数字的。最近你好朋友胡杏儿在内地拍的，不断赚人仔，你羡不羡慕他先？好羡慕，因为都有看到即是他都很想买楼，那他就买了添啦，买中了，是吗？那我希望他快点搬，跟着看看有没有一间即几百尺的房预埋给我一起，我一起住咯。是啊，都预备你人哋工人房咯，工人房下面一层的嘛。不是，因为其实都好，即系好开心咯，见到佢又咁好，咁我自己都同佢讲，我都好想好快可以好似你咁，拍一两套就可以买楼咯，系啊。